后面钥匙，后面钥匙，我可以出去了，可以出去了。有人，Leave me away。哪边来就哪边去，冲啊！冲啊！好，从现在再看一次，我要看剧情。哎，大家都被绑着哎！不专业。今天是我在控制的哦。这种游戏哦，我这个胆子大的人玩，基本上其实不太有挑战。不太有挑战。你以为用的暗暗的我就会害怕吗？哈？啊？我找一下手电筒。旋转，可以旋转诶。转啊转啊，七彩霓虹灯，好像没什么太大意义。那个嘞，切冲了，电视可以看，可以看电视吗？我没有录影带，这还要你讲？这边该有点补给品之类的。等一下，我怎么会有手电筒？很奇怪。哇，好真实哦！写在咕咕上啦，咕咕上啦，跳！哎，这里弹钢琴哎，我弹一次。我是做效果啊，怎么可能是被吓到？你妈妈的，用这个是要吓谁啊？有人来的感觉，可以躲吗？就是一定要出去的意思啊！你妈妈的，这么可怕还叫我要出去？我决定在这边等到白天，好不好？游戏怎么进行啊？百姓不是说不怕吗？我怕观众吓到嘛。我开门了，可以轻轻推。别想吓我，这门底下一定会有人出来。又那个了，这游戏解析度是很好，是不是这样？可以开，可以开。你妈妈的，弄这么暗是想吓谁啊？又那个，不要这样嘛，靠腰。你怎么可以自己关？对呀，他你嘿还有点刺激，我看呀。HUD 是什么东西啊？哦，应该是那个 VR 那种东西的。我不能调整我的解析度。
哦，调低一点很好，不过我觉得有一点卡卡的，解析度是很好啦，是，对啊，还有景深呢，哇，好啦，就这样就好了，我要回去可以吗？勇敢一点嘛，冲啊，走，冲快点，冲快点，跨玻璃。那玻璃面，看不到我看不到自己，太可怕了！玩恐怖游戏有没有？就是要很飒，这样一直冲，这样才叫 guts 嘛，对。来来来，哪边可怕哪边去？上面有红光，走，我们去上面，红光这样去才够刺激啊！哦，有人哦，哎呦，捅，他屁股，他怎么好像被捅啊？哦，不是，那是 model 啊，那是 model。哦，这是 model，这是假的，这不是真的哦，不要误会，哪边恐怖哪边去，有没有？这才叫恐怖游戏嘛！嗨，嗨哥喽！为什么那边出现一个个喽？刚才那边有吗？你想吓我吗？我把你吞下去！呼呼呼，哈哈哈哈！这才叫恐怖游戏嘛！我推！有没有东西？有没有东西？玩恐怖游戏就是哪边恐怖哪边去啊！来啊！有没有恐怖的？有没有恐怖的？Come on！开冰箱，开冰箱！有没有东西可以吃？都是血鸡。可以开冰箱哎！打开！啊你啊喂！这边贵啊！这给谁吃啊？那内脏吗？我去去去去！微波炉，这什么啊？怎么都干？这我就不相信，真的有人吃这种鬼东西！来，你出来！恐怖游戏嘛，我知啦，恐怖游戏哪边恐怖哪边去啊？对，有人无？哇，阿娘喂，有牙剪，确定？哎呦，阿娘我吓到，哈哈哈哈，套口令呐！哎呦，是阴思路哦，这不是恶灵古堡吗？我可以出去嘞！靠，你用有牙剪把它剪出来呀！来啊！可以放哪边啊？R 移动。R 洗不起呀？看一下。非常好。你给我看有要剪干嘛？我要用它。剪断链子好了，走。Let's move。Shift 会跑步是不是？是吗？来，剪链子。剪。嘿，来吧。有没有恐怖的东西？没有。录影带，我知道了，一定是 A Plus 的。对吧 ？A Plus 的我了解，你不了解吗？就是 Apple Pen Apple 啊！那头底老店都还贵嘛？跑！来，立起来！你写的叫啥？来，出来！来，看 A Plus 里面应该会出现那个 Apple Pen 那个东西呀、我在想应该是，I have the pen。
Professional. Professional. Fucking 别说。哎，可以走哎。哎，我可以在录影带里面走路哎。哇，这厉害了！我是进去了那个真实的那个录影带里面的，还可以这样哦。OK， No problem。哇，但是为了制造一个有史之破烂鬼屋，哇，好可怕的鬼屋啊！好可怕！想要从后面吓我的各位，啊？呀呀呀呀呀！那什么，还可以在录影带里面走路，这厉害了。Get out of the way， 可以学英文哦。踹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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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踹开。F to you， no no no， you F to you。哦，因为我看剧情，如果没有看到你们打字，包含一下哈。不用担心，后面有我。后面有我。谁被谋杀？刚没看到。回不去，可以倒转吗？哎，去哪儿？哎 ，F。这是什么？人肉洞还是怎样？个咻！有个小钥匙孔哎，不能开。找钥匙，找钥匙。哎，声音有分左右哎。Andre，Who are you？ Andre， 哦，来来来来，啊，早知道我刚刚应该盯着他了才对，我被分心了。先要盯着他，先要盯着他，不然他会不见哦。我不盯着他，他会不见。啊，当然啦，开玩笑哦。OK，No problem，No problem。我这次会盯着你，别想绕跑啊。啊，后面如果忽然有人来，你要叫我。较紧嘞，较紧嘞。Yeah。Are you scared? Andre? 把他踹过去，踹！我想从他屁股踹下去，让他自己进去，他应该吓死。别想不见哦！早知道我刚就应该盯着安德烈的人，你知道吗？这次我就死盯着他，让他不会不见。我猜应该有很多剧情吧。假如我不看他，可能会有别的剧情。哎，有机关哦！有机关哦！密道呢 ？You do。惊哦！会怕咯 ，fucking show， 还要 C 是蹲下子，我了解。为什么我要跟着一个人在那边捡肥皂？奇怪。我猜这应该有不同剧情的、啊，因为假如我是盯着他，他应该不会不见才对啊。You first。算栽，这因为我嘛栽。No way！ 我推，不能推他下去。推。哎，这个姿势好像有点怪。他那天我在干嘛？下去。
你咧好呆哦，来 ，come on, come here, come here。No， 下来啊！哎，为什么不会动？哎，他手机过了，他等一下又不见，那个熊！哎，我，哎，又跑上去嘞！而且声音可以大一点点，是不是？我调一下。嗯，真的是要大一点点吗？应该没有特别用意吧。哎，不对。这样又比较大了哦。哎，没东西，没东西。哎，没东西。哎，没东西。也没东西耶，你不下来、啊，你就这边，你是装作没看到啊？给我装傻啊！我下去，我绝对不是害怕哦。嗯，我看起来很害怕吗？应该没有吧？对吧？没有吧？好吧，他一定会不见的。哎、欸，看到了，才该不会很可怕。No！ 嗯，所以我看了录音带，然后嘞，哎、欸，不会是再看一次吧？应该是不会吧？应该不会再来一次吧？有这么蠢吗？哎、欸，真的那么蠢呢、欸？哦，哎、欸，可以耶、欸，可不可以快转呢、啊？好，走，让它剧情不一样，我们可以改变录影带的内容。哎，真的哎！好，我决定这次从头到尾看着 Andre， 你别想跑啊！就是你啊！YouTube 很卡 ，Twitch 会吗？白金比游戏还可怕。安，大家安，After you， 你别想跑了，这次我从头到尾盯着你。你以为你想不见的吗？没那么简单，一次把两个剧情玩掉。嗯，看嘛。很顺，退去很顺，所以 YouTube 昨天好像也是这样哦。如果有问题，可以换到另外一个那个平台去。我当初用这两个平台的目的就是要给大家方便的啦。我才不理你耶。你想不见，门都没有。
我走不过去，我走不过去了，我走不过去，我走不过去。真聪明啊！真聪明啊！他不见了，他不见了，我刚追不过去了。嗯，怎么一模一样动画弄两次？哎，这样不行哦。好啦，那就是这边就不用再看了。然后停止播放啦、啊。哎，哎，怎么跑在这里啊？张纸怎么跑在这里？那我想一下、啊，那我现在要干嘛？弹钢琴，钢琴已经盖上去了。那就是往另外一边走，走，不用怕，我带你们走。免惊免惊，百姓你家，来来来来来，走，木木木木木木啊！哎、欸，那没亏你啊！哎、欸，我过去了吗、欸？还没，我还在原地哦。拖是行遐嘛，即摆行遮，变数。水就头无干诶，无采人诶水。你为什么要把脚踏车放在里面啊？可以跟我解释一下吗？然后这边漏水，要找东西装上去是不是 ？OK， 没问题。走，没什么。因为我戴这耳机是真的临场感蛮有的，所以。你看，明明就在外面，这样出不去，这是恐怖游戏啊，知道吗？哎，你来了一个恐怖游戏，你玩成这样是怎样？可不可以拿里面的东西啊？啊，现在是怎样？这边开开关关的，不给我拿东西，什么啊？老师，你要看我，我头壳咧翘咧翘。哎，子弹呢？有拿到子弹呢？哎，很好笑，是有子弹没有枪哦。有没有东西可以找？哦，这里这里。哦，有笔记本，确定。好，抽屉给它关上。嘿嘿，看没看过人这样玩恐怖游戏？哎，我很得耶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把笔记本放上去，对不对？你是笨蛋吗？笔记本怎么装到那个上面？哎呦，走了又咔一声的啊！又来了，我现在开始找东西了。欸，这边应该有什么东西哦？啊，没东西，你是在蹲站蹲，这样可不可以拿？可不可以拿？不行。这边有没有东西？那镜子里面看不到自己，也是蛮奇葩的一件事。哎、欸，有，这边有东西。妈，手指头，什么鬼啊？娃娃手指啊，娃娃的。嘿，话说有人这样玩恐怖游戏的吗？震惊一点，震惊一点。哎、欸，楼上我不是去过了吗？
没有反应。哦，我知道，我要去接那个电了、啊。刚不是有个什么电的吗？有没有东西？有没有东西？哎，来来，这里弄谁啊呢？Hey girl, are you okay? Hey. 哦，这无物件一款。看一下，哼，镜子看不到，表示自己也是鬼哦。好，我记得刚刚这边好像有 power 是不是？啊，可是我有保险丝啊。油压剪链子有剪的啊。到底有没有东西可以拿？可以把光线调亮一点吗？他都故意这样吓人的。关门，关门。听到没有？书可没拿，不行。哎、欸，这个房子好像被我走骗了，然后没东西是怎样？哎、欸，有啊，这边有东西啊！老师、欸，哎，你给我子弹，不给我手枪？有没有看到抽屉在这样玩呢、欸？某种东西，什么东西？你要讲清楚啊！等一下，我为什么在这边领龙 C 啊？哎，我干脆全部把它打开好了，打开过代表我拿过了。等一下回来还自己关上，我跟你讲。哎、欸，我是不是全部走透了、啊？怎么还没东西啊？什么东西啊？看不懂。刚看到一堆东西可以调查，不是你要讲什么东西？不能讲说看到一堆东西可以调查，因为这样讲我还是听不懂。原本一开始房间有个照片，等一下啊、哦，我就要把这个稍微调一下，不然我看不到你们打字。这个要移一下。按这看有啊！按你 OK 哦。啊，你说原本一开始房间有个照片，下面有个东西可以拉，是不是 ？OK， 好，我回去。照片。下面有东西可以拉，我看一下，哎，这边有个照片，这里哦，有吗？没有哎、欸，这里吗？哼，把手手装到这里 是不是？这个 idea 不错。OK， 把手手装上去。哼，真天才。照片下面蹲着才看得到，真的假的？我刚不是蹲了吗？这里有，是这个吗？
没有啊。再一张。没有呢，还有这个。全家福，蹲着往上看，全家福。哎，这边有一张照片哎，可是你说是全家福，我找一下，这个是全家福，蹲着往上看，蹲着往上看，蹲着，我是蹲着往上看的、啊，没有东西耶。哎，有哎，这个角度会不会太好了、啊？但这个一般人要摸多久啊？哦，我懂了啦。哦，对，录影带，我这边脸消微，我没有仔细看哦。对哦，它里面有机关哦。浴室有的，来，浴室。跑，向前跑，包括小姐和大大。浴室怎样？浴室，我看，手指头装上去，这样手指头装到这里，是不是？是这个意思吗？为什么没有？组合，他说可以组合，可是要跟谁组合？不行啊！有要剪，好，剪它，应该是没那么蠢哦。他要组合东西耶，浴室手头装浴室有，你意思应该说浴室有东西吧？我看一下。影片可以拿道具哦，啊是哦，影片可以拿道具哦，啊我们就该照起改。我刚刚影片里面是乱玩的哎，还有这样的、哦，啊我们就该别去一改。哎，叫物件，无啊搞骗，所以我现在是缺，哦，那不行了，那我要回去录影带了。那人家这样设计的啊，哎我的。打开啦，还要再回去走一次。嗯，看起来是没有什么好恐怖的嘛，应该还好啦。晚上。开始找人了。从现在开始找东西了。说真的，其实我这样有点虐自己耶。因为它有一个其实可以调亮度的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我就按照他讲，依稀可见跟不可见。
然后把自己搞得很刺激，有没有？其实这样就好，这样就好很多了。这样完全什么都看得到，你知道吗？干嘛这样弄自己弄到完全看不到嘞？有没有？我们刚全部把它弄超亮了，这条最亮了，有没有？OK， No problem， 跳，这样会太亮了，这样会觉得一点都不恐怖啊。我们可以调稍微再让它那个就是不亮一点点，好不好？这样比较合理一点点。对啊，那个左边那是不可见的，我把它调的超级亮了。啊，赶快 hurry up， yeah， 这亮度 OK 吗？还是要再暗一点，还是再亮一点？好，现在是测试版，不会恐怖，测试版才真实刺激，是不是？哇，他那个细节做得很棒哎！啊，不要卡我 F2， 有卡住。哎，不要退着走哎！哎，我没动哎！哎，这个姿势好像怪怪的。等一下，我们站起来了。姿势好像怪怪的。不要推我！你一直推我干嘛？好，你赶快进去。Good shoot。哎，如果会漏掉，你先告你看看有没有移挡板的各位先跟我讲一下，有没有漏掉什么东西的？有没有没东西？好啦，知道啦，吵死！我在找道具啊，我完全没道具，这两个世界的意思。硬币的事件日，楼上的 model 撞上手指，哎，这个谁说的？好像不错 idea， 我等一下去找 model 看有没有撞手指头给他。有啊，这就是游戏要一起玩的概念，懂吗？观众跟百姓的一种互动，这种玩起来就蛮有意思的，你就不会是一个人啊。这我就是，吓人的部分不要剧透就好了，应该是这样。看看我会不会被吓到？我想应该是不太会了。啊，像这种东西，如果要找的，就是不用浪费时间。如果有人知道说，哎，这边有东西，就可以直接告诉我，没有关系。对，这大家就互相分享一下。哎，我怎么都没拿到东西啊？哎，有哎，哎，先上去找 model。哎，没 model 啊嘞？哎，为什么场景好像不太一样？我看一下。可不可以按？不能按，你弄在这里干什么？哎，耳机不是你弄那么明显，不让我开是怎样？搞得那么刺激一样，就一点都没有吓到，对不对？你就吓不到我，就要吓我们的观众嘛，对不对？大家就体验那种有没有惊悚的快感，有没有？是无物件有啦。跑，有没有东西？你太不会探索了、啊，也不是说不太会探，不是不太会探索、啊，就是基本上就是一个乱玩的概念的。因为我是要享受那个，
应该是说，例如说什么机关触动什么东西的那种。可是那这种东西都是找东西，我就没有那么勤劳，说每一个东西这样啊，要看一次，要找一次这样。你懂我意思吗？就每一个这样，我们要看一看，摸一摸，要蹲一蹲啊，站一站啊，什么之类的。有没有推推门啊？推推门啊？有没有什么之类的？哎，开啊！为什么不能开呢？好，走。就其实探索就是这样了，可是变成让我不能享受这个游戏，你知道吗？那细给蒙力在哦。啊，它有个推理的那种东西，其实也蛮有意思。像刚刚那谁说楼上妈都装上手指头的这种，我觉得我蛮喜欢的。问题它的提示可不可以弄明显一点啊？因为，哎，好，你继续。OK， 你继续。好，我去外面找。我先把道具找一找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都没拿到任何道具、欸，真的里面有道具吗？关门。就大概是这样的概念啊，说真的。可是这样找东西其实蛮那个的。哎、欸，没东西耶、欸！这里面真的有东西可以拿吗？有人有玩过的吗？我刚抽屉开了好几个、欸，哎，完全都空空的、欸，再出去戳晃一次看看。对啊，这边嘛无啊，真笑哎、欸，你干嘛无啊？那无啊，有啊，水桶不能拿，抽屉游开，下面抽屉，地板有没有？没有啊，不给拿，这个抽屉打开就是要确认的。哎，这里面有东西吗？还是大家觉得有东西？是觉得是不是？等一下我去找外面那个 model。对啊，那这个，其实我觉得录影带的东西拿出来里面用，这个逻辑有点怪。他如果是这样设计的话啦，影片中的密道在现实部分中的信管，前提是不能先看影片就拉机关。影片中的密道在现实生活中的信管，不能先看影片就拉机关。那所以咧，应该是你照你这个逻辑，应该是有不同剧情嘛？有，那我已经看完了，看完影片拉机关呢、啊？不能先看影片就拉机关。不能先看影片之后再拉机关，是不是？你的意思是这样子？对啊，这都无物件啊，这是要找啥？没东西啊！啊，这个打不开啊！没东西啊！我最讨厌这种给我搞那种话里面有机关的。就是你要是不熟的话，你要去摸。出去，不行啊！打错字，是不是？刚壁炉机关拉完，没有新的房间吗？壁炉拉完之后，哎、欸，我刚做了什么？哎、欸，有点忘了、欸。啊，糟糕，老了。刚刚拉完机关，忘记有没有去看了。因为拉完应该这边会有机关嘛，我刚好像没进去耶、欸。
对，我好像没进去，我有拉机关，但是没有去找哎、欸。哎、欸，好像蛮吃资源。You first， 我在，好，好，赶快。刚刚链子可以剪，刚刚链子我有剪了、啊。看有没有东西。我才不理他咧。哎、欸，他自己把我拉过去、欸。哦 ，Andrew，Andrew， 呀！啊！对，我们刚没走进去，所以我应该是要走进去，所以跟影片没关系。我刚不是拉了吗？啊，对了，我刚没有蹲，没有进来啦。老师哎，好呆，自己拉机关又不走机关，在干嘛的？哦，后面钥匙，后面钥匙，我可以出去了，可以出去了。哎，好，我们赶快跑，赶快逃！啊，完全不去下面看，就直接要跑了。正常人应该一般正常人的反应是这样，哎，对。那我们现在就比较不正常，所以我们就下去。哎，下不去，哇，哎下不去，好吧，我本来想要跳下去，还下不去。那我们就是可以破塔的意思，是不是？有人。Leave me away.哪边来就哪边去，出来，哪边？先找到单挑再说，等一下再去找 model。出来啊，来！哎呀，第二个 model 你有怕吗？过来。其实我是想要逃了，逃不了，不是这把钥匙吗？这不是后门吗？是啊，I'm die，他被杀了、欸！啊！糟糕，我没被吓到哎、欸！糟糕，我没被吓到哎、欸，怎么办？坏结局！刚有人说坏结局是谁啊？你有玩过对不对？啊，你吓一跳！啊，真正逃出去要走另外一个结局是不是？不看影片先开机关是不是？所以有好几个结局就对了，是这样的概念嘛？参加 Resident Evil 大使计划。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，请记得在左下方按个订阅，右下角按个喜欢，订阅旁边还有一个铃铛。按下去，随时可以收到我最新的消息。我是平民百姓，我们下次见。